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， 今天我们要回到幸福快乐到永远旅馆艾拉的愿望。今天让我们欢迎艾哟 ，Hello， 还有我们的木木，嗨，还有正在研究食谱的伊爸 ，Hello。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集了，各位先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恭喜我们又迎接又要完结一个系列了。好，在开始之前，我们来聊一下，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录录录。那想请问，在看到结局之前，你们现在对于这个系列，你们有什么感想？你是说单纯这一个旅馆吗？不是，我说是这个系列的故事。我们赶快进入正题吧，最后一集。啊，章节六第56关，向工人收取工具，用来修复被诅咒的房间。来吧，我们总是很苦命的呢。希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你被那个脏小子吓倒了？杰森是我的儿子，我首先是人父，然后才是生意人。或许你也该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定位。好吧，你就去当人父吧，我要去扎啦饭店用午餐了，他们才懂得什么叫做品质。你那时说的对，或许你用来度过人生转折的方式不怎么好。你也没讲错，这是你的人生，你想做诗人，我有什么资格阻止你？你知道吗？你祖父当初也不希望我当房地产开发商，他希望我能从事回馈社会的职业，像他一样当神经外科医生。我曾经也想要，也想过要走自己的路。爸，艾拉，这些人手任你指挥，但约定依然有效，你睡不到24小时了。好，各位开始动手吧。他们是不是三胞胎呀？没事，客人都看起来很像了，更何况是工作人员呢？刚退房，马上要入房，换一套衣服就来了。被诅咒的房间正在重新整修，请收取要用来整修的工具。来吧，还有敬请期待。我觉得看到那个就没有好事。把握每一分钟，照亮光明前程。为了我，为了幸福人生，我们绝对不会走错路，守住本心，这里非常安全。幸福就是当我们同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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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在一起。在唱歌吧，我觉得这是邪教吗？是邪教，没错。我不要再继续了，不要啦，直接跳过啦。哦，到底要几次啦？邪教是不是？好了，各位，这是我们，哇哦，大家做的太棒了！为了旅馆，为了西安诺。为了你，哎呦！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偷吃饼干？你敢偷吃东西啊？我们继续吧。确认艾拉在群口上的最新状况。啊。
心的人吗？是。哦，嗨，我是萝卜普丁顿 ，Void 旅游手册的工作人员。我想找艾拉，请托拉。哦，普丁顿先生，还记得我吗？真高兴再见面。我跟你说吧，别浪费时间了，看就知道这只是一个一星级的旅馆而已。哦不，女士，我看得出来，我看不出来。我想上楼看看环境。艾拉，这601号房。请托拉小姐，我是 Boy 旅游手册的萝卜普丁顿。啊，看来你们在办庆典啊。普丁顿先生，欢迎。嗨，艾拉，愿意带我参观你的旅馆吗？我很乐意。普丁顿先生不会讲自己的名字。我要回我信息呀、啊。还要等你欣姐来找。对啊，我煮东西都是我欣姐。OK。一楼似乎没问题了，现在再看小红帽吧。就像上一次那样吗？又要参观水帘，这个梗到底要玩几次？玩不腻呀、啊！我的老天鹅！差不多就是这些。请托拉小姐，恭喜你们成为二星旅馆，成功了，同在一起。哦，不要再洗脚， okay. 拜托。小鸡正式那种感觉。等一下还有两关哎、欸。可能就突然间变成三星旅馆了这样。查看艾拉手机，了解网友对旅馆的评论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普丁顿先生，拜托重新考虑一下。你要我给你家的旅馆分数打低一点？没错，正是如此。请多拉太太，你真是心理扭曲，病入膏肓了。你是稍微修整的房间，那又怎么样？两颗星。哦，真是鬼气。虽然很值得赞，很值得称赞，但我还是不会对这间旅馆歌功颂德的。妈，够了。妈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想想你究竟做了什么？充满心机，耍阴谋，对所有人说谎，还跟大家说艾拉在背后说他们坏话。我知道你很气鲁辛安诺，气他丢下你一个人，但是这也不代表你得毁掉他曾经爱过的一切啊，包括你自己。如果你一直用伤害过你的方式对待他人，他们就没有机会证明自己不会伤害你。鲁西安诺爱你，但这些事情不像是你会做的。你知道他的希望，而且你也答应他了。小怪，你说的对。好吧，来签合约吧。你做得很好，我当初怀疑你是我错了，但我很高兴是我弄错。你爸爸一定会觉得很骄傲，至少会对我们其中一个骄傲。我觉得老爸永远都会以我们为傲。这转得太快了，我觉得你要有个铺陈，拉回来了。我觉得起码女儿可能对妈妈是一级，没有没有，就是
继母对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话应该是一景，然后妈妈女儿对妈妈的话应该是下一关，然后最后一个才是那个和好。你为什么啊？整太快了啦，太奇怪了。这感觉，我觉得要给继母一点时间去思考，他怎么可能马上就接受？他可以马上就接受，那我们前面在拼什么？他女儿噼里啪啦骂完之后，就直接说：“嗯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来签合约吧。”突然觉醒了，让你。那我们前面是先放什么？有一种演戏演了这么久啊，我终于差不多要领便当了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签合约吧，马上答应。我终于不用再演下去了。这个就让我想起某一部电影的那个影评。哪一部啊？就是我不知道之前，这边会剪掉吗？不会。哦，就是你，我不知道是谁传的、啊，就是对于就是哦那一部，然后有黑色翅膀的那一部。好，那我知道你在讲哪一部。哪一部啊？就是我不是有传一部那个某个人去看了某部电影之后的感想吗？我有看到那一篇吗？我记得有讨论过这件事，有印象。那我觉得我们晚一点再来讨论这个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把他的烂尾看完，气死我！他烂的很彻底耶。比我想象中还要烂。摸摸，哦，对，是我。恭喜获得二星，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哦。我很快会再看看那个新房新客房。要是少了你，我绝对办不到的。你之前哇，批评他。我刚刚在录音间，现在才开始看讯息。那棵树的事情，我很遗憾，但恭喜你拿到二星哦。谢谢。先撇开我的事情，你应该还有其他事情要担心吧？成了热门话题呢，太多了，哈哈，旅馆越来越有声有色，对吧？虽然变成二星以后，我可能会更难订到房间，但随时欢迎你来录音室看我，录音也行哦。哦，谢啦，我可能会去探你的班吧，但唱歌的事情还是由你来吧。这是你的鞋吗？到可能是要看看合不合脚咯，白马王子。哦，似乎是的。哦，似乎是的，灰姑娘。我是说，就这样放弃挺可惜的，我们有过很开心的时光。我开始觉得我们是灵魂伴侣。小蛙，想不到我们真的拿到第二颗星了，不知道未来还会碰上怎样的新客人耶，真好奇。事情总算是顺利起来了，很好。哎。不好意思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就换默默的吗？还是换我？换默默？换我吗？对。如果他是你的真命天子，那你可得小心了，小乖。为什么觉得真的要有第二季再续啊？那应该是以前的故事咯。
等一下，所以第二季是在讲以前的反应，那个之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个阿迪阿婷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嗯，游戏美术个阿迪阿婷，我不知道。有第二季哦，不知道啊，看起来好像会，看起来啊，这种感觉就是，你不觉得？那我希望他们的脚本剧本写好一点。我希望译者就是加油。我觉得不是脚本问题啊，译者也有一点点责任。真的。不过给音乐好评。嗯，音乐我给好评。我还有东西没买完吗？可巴那边吧，办公室。因为多2000块、啊，所以是一个缓冲就对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所以我们都达成喽。是哎、欸，直接完结。谢谢大家。我女儿，你们哎、欸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他没有变恶心。你是说上面那个 hotel 吗？对啊，然后他拿到星星到他变恶心，他就要还需要点。第二季就会变成恶心啊！那个第二颗星星还在做哦。他可能，所以他这个可能预计要5季这样的，一季一颗星。好恐怖哦！天哪！没办法接受这种剧情乘以5，真的，如果他做好一点的话就算了。对，但这种剧情乘以5不行。我们可以接受之前的那种讲他的两条船，你是说比亚奇的故事吗？至少他比较有剧情啊。对，他剧情是比较好的、啊、至少就是让大家觉得嗯是地区的，就这样。如果你目前三个系列的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？我比较喜欢安博航空哎、欸，我也喜欢安博。说实在，在我们在录《心灵良方》不是吗？对啊，我记得在录《心灵良方》第二季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忘记第一季到底在演什么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这个公司出的状况就是女主角的 BR 程度随着系列越来越少。但他就没有剧情可以写，他可能比较会写比亚曲的剧情。编剧加油，编剧们加油好吗？不是啊，我不知道。是从 A 男换到 B 男，再换回 A 男，又换回 B 男、欸，然后最后两个都不要干。我觉得我可以再考虑。好啦，反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这个系列完结了。算，我觉得这次的剧情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没有到我的点。我觉得至少其他的系列都有多多少少可能家人或是某些部分，我觉得有 touch 到，但这个就没有，这个完全没有。没关系，让我们期待下个系列吧。嗯，那旅馆要怎么 touch 到人的点？我觉得可以放一些，比如说客人的小故事之类，可以稍微久一点啊。是，反正我不知道。OK， 那我们这一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番茄 Ori， 谢谢你们陪伴我们整个系列，那我们就自己期待下个系列了。如果还想再看到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按下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打开通知小铃铛。想知道什么时候上新影片，或是什么时候开台的话，记得去看 FB 粉丝专页，有推荐游戏可以在 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，或是 FB 粉专下留言哦。我是番茄 Ori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乱七八糟，我觉得他想要试图结合一大堆童话，但是有点尴尬。嗯，就是我现在大概就是他就是想要把很多东西就拉奏会、啊、对，但是就是很像把就是想要组成一个大杂烩锅，唉，但是好像不是很好吃。对，
就是那个有点冲突的味道在里面。可能到后面就有点在乱加东西的感觉，东加一点，西加一点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收回，现在乱七八糟的。而且每个东西感觉很散，就是番茄是番茄味，然后香蕉是香蕉味，布丁是布丁味，就是就感觉你只是每一个东西都咬一口塞到你的嘴巴里面，然后你知道你在吃这些东西，但是你完全没有觉得那些东西有 mix， 然后互相提升升华的感觉，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而且我们一直觉得说，就是可能那只青蛙会是一个突破点，结果不是，我们猜错了。它就是个宠物，它这边就不知道来干嘛的。而且还是一个，就是在动画里面跟在游戏里面是不一样，是完全完全超级大差距的宠物。是一个你要当成吉祥物，你也画得好看一点嘛的感觉。好的，没关系，我觉得。我们会讲坏的，那我们讲一个好的。最后一集发出一大堆负评怎么办？可是我们也想要看看他到底怎么收尾啊。对啊，这是我们这是好奇的地方。不然乙方说他想要讲个好的，那你讲一下，我想不出来。我觉得例会有还不错，有进步。例会就是他四季的那个旅馆啊，跟他那个照片的那个图片都蛮好看的。对啊，设计。有啦，我觉得那个关卡游戏的那个改动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就是至少我觉得没有像之前那么血尿，就是很冗长，我觉得他这次关卡说比较短还蛮不错的。但有一点我要小小的 complain，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次的点击的范围他好像缩小了，会有反应，就比如说我点这个地方会有反应的范围缩小，然后再来还有时间，嗯，就我点它应该会要立即删除我盘我东包包里面的东西，它现在不会，你要按好几次它好像才会觉得，哦，你原来你要删除哦，哦好，我帮你删除。我在想它是不是有那个顺序啊，就是它会记录你点的顺序，所以它会这件事情做完，这件事情做完，这件事情做完，然后再来是那件事情，这样子的感觉。好像不是，尴尬。好，没关系，优化没有做得很好啊。对，然后再来翻译，没有翻译的很好。哦，翻译真的蛮尴尬的。这一次翻译是我觉得整个他们家系列来说，我觉得就是我们玩过整个系列来说，我觉得最烂的一次，真的是最糟糕的一次。有一些就是太直翻到，你虽然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根本不会这样子讲。然后再来就是语句也不太顺。对，那时候我突然之前都没有这个问题啊。我就在想说他们家的中文的翻译是不是离家出走人了，我觉得可能换找的，对，我觉得可能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家其他系列，有几个我们还蛮期待的，可是他还没有上架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敬请期待了。